出来吧。安身法。哎，打 boss 呢？识破，识破，识破，是啦。真不紧凑啊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黑神话悟空啊。咱们呢帮这个小狐狸啊找那个大渣男和尚来了，没找着，所以呢搁这还捡了不少宝贝啊，还挺好的。你看啥呢？飞剑。这个盲僧是吧？哎呦我去，这盲僧好厉害。哎哎，飞剑扎声音。哦，咱们这个葫芦有意思啊，这葫芦吧喝一口就没了，然后等一会儿它又出来就灌满。你看现在葫芦是没的啊，空的状态。哎，你看它又满了，那我这属于是无限续杯吗？这葫芦有意思啊。 Hello， 飞剑他嘎了。你搁这下边躲着是啥意思啊？这老头，那死老头哪去了？那个大渣男呢？我要弄死他。你干啥呢？你拜啥呢？嘿，这还有个拜的，拜拜拜，咱俩是吧？我这个脚枪好像我也练的不是特别好啊，咱可以练一练。那大渣男到底在哪儿呢？你干啥呢？飞剑。哎呦我去，你挺狠的你啊。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去，他好烦的。小伙伴说他就在你脸上呢。没看着啊。吸收灵力。你几个干啥？干啥？飞剑。你在哪儿呢？那个大渣男，我要弄死你。这也没有，咱们这个行者一套呢，跑的时候就可以给你攒棍刺啊。没找着他，顺势上去吗？上去看看啊。移形换影，这俩老头吧，一看门的，绞死你。我看这还有宝贝没有啊？你搁这磕什么头你？啊，那进去吧，变成小狐狸，嗯，是吧？让这个小狐狸啃他。这个大渣男是你妈，你个大渣男，就是他，这个死渣男。他说进京赶考也没赶考啊。你看这狐狸毛全血，废话，他原来就狐狸，还是人是鬼？嘿，他已经死了，被你害死了，我来贬你来了。这脸上长刺儿啊，这是。哇，这大手指盖，他说还要超度我一回，你是真不要脸呢你啊。我现在干嘛？贬他。飞剑，飞剑，飞剑，大渣男，戳死你。哎，你人呢？飞剑，戳。哎呦我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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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我去。好，来吧，海上升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你挺厉害呀。大渣男也有大渣男的厉害之处是吧？你冷静冷静，这个大渣男，抽死你，抽死你，冻死你，冻死你，削死你，哈哈哈，抽死你，抽死你，冻死你，冻死你。哎呦我去，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的妈，我想用劈棍劈死他。哎呦我的妈，你挺厉害呀。等我一下，我冲个棍呗。没打着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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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踹你脸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个天哪！不是，我这个棍子怎么老甩出去呢？来动手吧，老头，你动不动手？你不动手，我动手了。哎，我去，他能躲开？一棒！我去，这老头，哎呦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要死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，喝一口，喝一口！哎呀，我还是戳棍吧。哎呦我，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他这技能怎么这么磨叽呢？哎呦哎，我要死了！我去的，我去的，我不能让大渣男给我打死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他怎么这么磨叽呢？飞剑搞定你得了，装死大死渣男。哎我的妈，无可救药，你才无可救药呢，你个货滚死渣男。你说他干了一辈子的啊，干了一辈子的和尚还这德行。哎我的个妈，来给他收了吧，我从来没用过他这个精魄啊。嗯，我恶心的，恶心死了。到底还是用那个什么给他弄死的啊，用那个飞剑给他弄死的。还有什么宝贝没有啊？找一找。哎呦我去，怎么谁都打我呀？我去你的吧。飞剑，飞剑，真紧咒啊，我的妈。我喝口酒。哇，这酒好像真是无限的，小伙伴们。飞剑，戳死你。你们干啥呢搁这儿？你说什么和尚能带个流星锤？我去的，你死吧你。这没有什么宝贝了吗？应该有吧，找一找啊。再喝口酒。这个葫芦挺神奇啊，永远喝不满呢。有精魄，收一下吧。啊，不是，有这个灵力是吧？不是精魄。 OK， 走，我还喝，反正也喝不尽是吧。我看这还有啥没，替小狐狸报仇了啊。这还有啥没？没有啥，咱们是不是得传送一下了？我好像这个为了那个小狐狸啊报仇啊，我有点来早了，进来早了啊，不应该进这么早。这又是哪儿啊？哦，这就是刚才那个地方是吧？行行行，那咱们传送一下吧，别往前走了。这个四神将里边咱们已经打死仨了吧，还有一个啊，那个已经变成尸体了，咱们到野外去找他去得。好，追月塔林呢是什么地方？小雷音寺这个地方，咱不往这走啊，咱们到快活林调息一下。 OK， 我看看啊，我那个地狼啊还能不能升级一下啊。地狼，地狼还是不行吗？地狼在哪儿呢？我是瞎吗？哦，搁这儿呢，还是升不了，升不了，那咱走吧。小西天，快活林，长生大道，快活林吧，这儿是吧，一直往前走。其实这个路啊自个儿探一下其实也可以啊。你看啥？哎呦我的包，哎呦我的包，这也是条路是吧？
戳死你。往这儿走呢，是那个浪里个浪那个大蛤蟆，已经打完了，已经啊。再往这儿走看看，这什么玩意儿 ？OK， 每个路啊走的这个传送的点都不一样啊。戳，顺着下去看看呗。这又是哪儿啊？戳死你！你干啥？这里边是什么玩意儿？收集。这还有一个小蛤蟆，小蛤蟆爆炸啊，贼恶心。收集。哎呀，小狐狸的仇给他报完了啊，挺好。还有人没？这还有啊，收。这边啊还有个什么老人参精啊，是什么玩意儿啊？你别敲了，这儿好像就是老人参精哪儿啊？飞剑！哎呦我去！戳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谁搁这叫我呢？是谁？是谁 ？OK， 收一下灵力啊！你干啥呢？好冷！你穿个裤衩子你能不冷？哼，带劲，冻死你！这儿是吧？你干啥呢？你们都不穿裤子吗？恶心人！哎，这不好使啊！绞死你！这儿是吧？来吧，上香。这儿就是罪业大道吧？我看这是哪儿啊？罪业塔林啊？什么罪业大道？罪业塔林。好，咱们得做换一下那个什么了啊？是这个吗？安身法，好像是这个啊。他说冷是吧？咱们得给他画个圈儿，哪儿呢？树珍珠，穿裤子好冷啊！画个圈儿，他就跑这儿来了是吧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再也不冷了，快进来吧。”他说他是寻宝人，上山来寻宝来了。他说：“啊，哇，这一年得少多少取暖费啊？”跟他说话呗是吧？他说这山里边有一片瓜田是吧？说那个数百年前佛祖种的瓜，那瓜要吃上了一生延年是吧？他让我去找那个瓜田是吧？山崖啊，他说有一个娃娃是吧？瓜田在那个崖下边。他说：“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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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叨叨了。这儿有一个人参精，好像是，我先把他干了啊！哎呦我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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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！安身法是吧？这个我也不怎么用啊。这安身法是里边可以蓄棍，蓄得快。哎呀，没了啊、哦，大哥，我刚要介绍一下，这里边有个人参精啊，很多人都错过了。Hello， 他是吧？大人参精，小肖，来冻死他，来个大的！哎呦我去，来个大的！”动他去，动他，动上了，动上了啊，动他，动他，再来啊，没了，哎，别走啊，大哥，哎呦我去的，我要出按钮了，你这啥玩意儿啊，我的个妈，我真是服了，我回去了。追月塔林，等会儿啊，我把这安身法给去了吧，不得劲儿，这安身法修行法术装备是吧，定身给我吧，还是 OK。 那我想玩会儿别的啊，我来个金箍棒吧，哎，我来个这个行，然后这个衣服我也换一下啊，换成大圣一套是吧，大圣一套 OK。 然后呢我再来一个安身法，我看看这个大圣一套安身法他俩配不配啊，这个玩法很多啊是吧，安身法怎么还戳棍呢，很快啊，哎，四都斩不了吗？啊，不是金箍棒是吧？你这啥玩意儿？死了、哦！我选错兵器了，我的妈！应该是金箍棒才可以啊，攒四个豆可以打出来暴击，有人吗？我还得去打那个去，我自己打杠啊，我看我能不能打过这人参精啊，人参精快来，我记得这儿好像有点东西吧，这后边有一个酒啊，这个二周目咱们已经拿完了一周目，所以没有了，这里边有个酒，出来吧，安身法，还打 boss 呢，识破，识破，识破，死了，真不紧凑啊，小伙伴们不是在那个安啊。我好像忘装，这不又出来一个啊，装那个什么弄错了啊，六根那个好像弄错了，别告诉你也是啊，哼，你也不是吧，还有吗，老人参精，哦，又出来一个，挺好，我得去设置一下的啊，这里边存棍存的快，看到没，我懂，好，收一下，咱们去那个六根设置一下啊，咱玩会儿那个大圣一套吧，这衣服吧， OK， 走，咱们撤就可以了吧，撤，好，咱们现在是这样啊，咱们那个六根里边设置有一个是在什么安身法的情况下啊，它可以攒四个豆啊，应该是这个意思，哦，咱们瞅一眼啊，六根里边，哦，是这里边吗，根器里边啊，哪个是来的，哦，我想不起来了，安身法蓄力四段棍是这个啊，把这个洗掉，这个就可以 OK， 一鼓作气啊，行，我不对啊，那中间那个我设置过没，这儿是吧，根器，哦，我看看啊，触发救命毫毛，这没啥用，少许增加轻棍的造期，天命人使出部分强力招式时，在场的毛猴复制招数啊，整齐划一是吧，啊，那咱试一试吧，哎哎哎，我怎么又按错按钮了，哎，我的妈，我真服了，我试一试啊，我老弄错，你这啥玩意儿，让他看见我这儿呢，四段故事看到没，哇帅，哇好酷啊，还能攒，再坚持一下大哥，他必须得在安身法那圈里边才能攒四段棍式啊，这多恶心呢，哦，可以可以啊，大圣套我感觉更适合那个什么吧，劈棍吧，我也不知道啊。